我们现在还不到对啊一个小时，没错没错，手表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嘎嘎老师。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来宾，我们欢迎皇室兄弟伟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皇室兄弟的伟伟。我们频道啊，就是由一对兄弟组成。那我是弟弟，那我哥哥今天呢，因为有外物在身上，所以他今天没有过来。那我特别喜欢唱歌，所以今天就由我来受训一下， yeah， 就很期待。其实你自己之前已经出过蛮多首 cover 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但是都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最近一支的 cover 是逆光跟弟妹唱的，是不是？大家一定要去听。那你今天要唱的歌是？今天要唱的歌是李荣浩的《年少有为》。哦，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。嗯，没错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喽。对，没错。好，没问题。自己觉得想要改善的部分是什么？最高音的这个音还是会有一种怕，然后心里就一直做准备，一直做准备，然后去推那个音，这样子。嗯，就是高音的部分。对，我们现在调整一个部分，可能会让你声音听起来比较温暖一点点。温暖。我们从头唱，要唱一个字，唱。Go， 稍微有点 man 的 go， 所以是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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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三四。天是一只山，连落方式都还没闪，你待我的好，我却错手毁掉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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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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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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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现在唱歌词。哎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先到这边就好了。我刚刚中间没有听清楚，我还在努力的 go。没关系，很好。好，那我们来试一下一句 go 一句歌词。啊。天是一只山，联络方式都还没删，你待我的好，我却错手毁掉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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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联络方式都还没删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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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我却错手毁掉。我这个部分它其实就在调整，让你音色稍微再温暖一点点，就是柔和一点，不会那么尖锐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刚刚唱的时候，我们家特助他立刻抬头这样子，因为完全不一样的声音。对对对，有差。对你来说，低音的部分你可以先这样子练，因为低音的部分光是唱这个字的时候，你的声音就会听起来温暖很多。你自己唱的时候可能会感觉不出来，但我们就回去要看 before after， 就会有差别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入。重头戏就要练你的高音，也就是你的混声区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唱 mom 这个字。mom。mom m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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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m， 三声。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，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。mom m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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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m。就这样子，所以你有感觉到刚刚就是的确低音跟高音它是可以连在一起的。嗯，那么回到你的歌，我们整个副歌唱一次好了，好就唱 mom。慢慢慢慢。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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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我们来找一下这个。嗯。慢慢慢。对。我们唱慢慢慢慢慢慢慢，没给你我一生又回散。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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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。没给你我一身有愧，就这个对，可是在我听起来还是比较虚一点，对不对？没有那么实。对，你可能目前会觉得它很没有力道的感觉，你可能会觉得说高音好像没有办法像俊杰那样，好像很有 power 的感觉。我会听起来比较像我个人认知里的假音。对对对，我可以完全可以理解。刚开始练的时候，我们会先抓到一个先让你可以唱起来顺的唱法，然后当你这个过混声区过得很顺之后，我们要加力道就会比较容易一点。懂意思。可是如果一开始在练唱歌，一开始就想要唱得很扎实这件事情，就会死在混声区门前这样子。但是通常还是会说，如果你比方说你要去录音啊或者表演，我就说录音现场就不要想那么多了，就随便唱了这样子。因为你平常在帮你声音做的那些练习，其实只是在慢慢的进步。但是你录音现场就没办法管那么多，对，就还是要就是依着你当时觉得这首歌应该怎么唱就怎么唱。所以这是一个练习的过程，不是说你到时候录音啊或者表演就要这样子唱。大概今天就这样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
在我以前录 cover 的时候，可能是因为我混声区没有做好，然后我比较没办法好掌控高音，所以我都会被摆在比较低音的位置，这样我的声音就会比较平一点。对，的确是。有没有什么是可以解决这件事情的吗？对对。OK， 我们再试一次唱副歌，那我们唱够这个字，然后就不要想刚刚混声区这件事情，你可以用你原本的唱法。可是我的够要你越高音的时候要想越笨这件事情，比方说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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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就是越高你要越 go 的感觉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，那些美梦没给你，我一生有愧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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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就这样，有差的感觉，比较稳一点，然后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尖锐吧。你会跟很大一条，我刚刚还想说啊，高音不知道有没有办法领会这样子，然后就哦，立刻就 get 到了，超厉害的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按赞加分享，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嘎老师，并开启通知的小铃铛。我们礼拜一四晚上9点都会有新的影片。那另外我们在皇室兄弟的频道那边还有另外一支合作的影片哦。没错，这支影片主要是在讲说，当别人觉得你唱歌不好听，或是自己觉得唱歌不好听，可是因为我喜欢唱歌，我还是要坚持继续唱的一个聊聊天，对，聊聊天，对。所以大家记得也要去皇室兄弟频道看那支影片哦。那最后来工商一下自己，4月13日我会在台北举办歌唱讲座，讲座主题是想要唱歌好听，原来只要做好4件事。想要面对面让我帮你调整声音的话，赶快去报名讲座哦。那如果你无法到讲座现场，我有提供讲座直播的方式，甚至也可以事后提供讲座录影，任何无法参加的障碍都帮你们想好了，大家赶快去报名吧。那如果你希望可以有讲座的半价优惠，赶快趁3月结束之前去订阅我的歌唱学习方案的方案3或方案5，这样会比较划算哦。讲座购票资讯我们放在下方资讯栏以及留言区，大家可以去点来看哦。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嘎老师，我是黄兄弟的伟伟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